现年41岁的朱茵，去年10月与拍拖15年的黄贯中诞下爱情结晶黄茵。多年来以基督徒身份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她，及时被网友围剿，便一直闭关安胎，直至女儿黄茵出世后3个月，晋级思动，火速复工。月前除接拍了某内地时装剧外，还首次执笔之作《六磅十安市》，以及将于书展中推出。书中她忍不住为未婚怀孕一事计划，更轻撰整个怀孕历程做卖点，并亦有由老公操刀为母女俩拍摄的大量生活照。当中黄茵的照片最多，时而被抱在妈妈怀里，时而与爸爸清凉溪水，乌黑又圆溜溜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，对着镜头频频卖萌 pose 多多，样子可爱，尽得妈妈朱茵真传，想必长大后也是女神一枚了。朱茵于书中扬言，小时候也很想当母亲，可惜多年前获妇科医生告知只有一成机会怀孕。不过出奇的是，朱茵获悉怀孕时首个反应并非雀跃，而是吓到傻并叫喊：我躺在床上眼泪不期然落下，担忧是事实的同时又担忧不是事实，泪水不遏制的涌出。现在朱茵很享受每天跟女儿聊天，她总喜欢盯着我的嘴唇，仿佛羡慕我能说话，慢慢的便开始模仿我用婴儿语高谈轮廓。